好，我们上课啊。昨天你们写的作文我已经看过了，这个很多同学都写的是我，让我有点不好意思。廖老师，你就别装了，心里是不是特美啊？被你看出来了。好，接下来我还是想请各位同学把自己的作文念一下。陈友年，你先念。 我最难忘的人是我的老师。我的老师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像老师的老师，但他比全世界上任何一个老师都要关心我们。也许有些人觉得他是一个急躁暴力的人，但他对我们却表现出了无限的耐心，好像我们惹出天大的麻烦。 他的课其实讲的并不好，有时候问他问题，可能还会把他给难住，但他却教会给我们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。他是最了解我们的人。他在我心目中不只是一个老师，有时候我觉得他更像是我的家人。他的出现。 让我感受到了曾经遗失的父爱。他走进我们的生活，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。如果没有他，我不知道我现在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他让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认知。是他让我们的人生目标更加明确。 让我们知道要为自己的未来努力。他是我们最好的老师，也是这辈子我们最难忘记的人。好。 说的我有点感动。突然间听到你们说人话，让我有点不习惯。说吧，你们在哪儿等着我呢？刘老师，我发誓，我刚才说的都是发自我内心肺腑的话，骗人是孙子。就这样，滚！好了。 你们说的话我都记住了，并且永远都记住。不管我走到哪里，我都不会忘记。希望你们也不要忘记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们不许把我屏蔽拉黑，要不我跟你们没完。散了。 面对这么多的夸奖，你的反应怎么不太对啊？那我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呢？这要平时的话，你肯定会蹬鼻子上脸的，说我们夸的不够好啊。主要是我们说的那么假，你还相信？也是啊。本来呢，我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的。什么惊喜啊？晚上请你们吃饭，到时候再说。 这么大方，请我们？那必须啊！你们是不是都饿了？是啊。哎，刘老师，去吃什么呀？你这好不容易初次写，我们可得吃顿好的呀。哎，去那九百九十九一位的，我还没去吃过呢。我们能不能不吓唬刘老师啊？我怕他不到晚上就失踪了，不能够吗，刘老师？ 当然不能够了，地方你们定一定好了告诉我，晚上风雨无阻，不见不散。散了。真的想好了？除了这样，没有别的更好解决办法。决定了。
我不能让小白因为我受牵连。他们知道吗？还不知道。我还没想好怎么告诉他们。 没事的，我离开中海以后，一切就结束了。小白会自由，周夫人也会罢手。一个人走好过，大家都受罪。你不会一个人的，你走，你走到哪里我都会跟到哪里，我们再也不分开。我已经答应大家要请他们吃饭。 怎么样？满意吧？嗯，还凑合吧。来，我们大家精雕老师一杯，难得他那么大方啊！来来来来来，老师，坐下坐下。坐下。这第一杯是我作为你们的班主任廖老师敬你们的，感谢你们这么信任我，让我做了高二二班的班主任。虽然呢，我这人不怎么聪明，也没什么经验。 但是算是最了解你们的人，对吧？您一个眼神就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了。那是你，廖老师，你知道我都在想些什么吗？你想做中国的安吉丽娜·朱莉，对不对啊？哇塞，牛！廖老师，我爱死你了！你们都是我最亲的人，当然呢，排在第一。 七个，情不自禁啊！那第二杯呢，是我作为廖学兵敬你们的。即使有一天我们不再是师生关系了，你们永远是我的亲人。 不管是你们的情感、生活还是事业，只要你们需要我，找到我，我第一时间赶到。廖老师，我怎么觉得你今天真情流露有点多呀？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哎！啊，流露的是有点多，但是我一见到你们我就开心啊！啊，唉，只是我不敢想象，如果有一天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 为什么会见不到我们？我是说，如果有一天你们毕业了，考上了大学，出国，我们见面的机会自然就少了。也许有些人就再也见不到。不会，我们会常常回来的。咱们定期像这样聚在一起就行了，每年一次。一年一次绝对不够。 怎么也得半年一次啊！可以在线视频嘛？<笑>没错，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，所以不管以后你们走到哪里，不管我在不在，你们都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知不知道？这个我知道，梁老师，不就是 good good study 怎么我语法有错吗？行了，坐下吧，别丢人了。 廖老师，第三杯呢，换我敬你。其实今天在这儿，最应该感谢你的人就是我。虽然我这么说可能不太贴切，但是真的，你在我心里比我父亲还重要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你们都是我的孩子。 你们的成绩是我最大的光荣。如果你们难过，会更伤心。如果有人威胁你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没有人能在我眼皮底下伤害你，所以请你们记住。
不管以后你们在哪里，不管以后你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你们最坚强的后盾，最值得依靠的人是我。迟到啊！他们好像都没有发现你今天很反常。这不是刚好？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，明天我就要离开学校，离开他们。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问问，到现在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？到目前为止，只能是这样。他们的目标本来不是小白，都是因为我来到学校。是我连累了他，这不怪你，你是老师，学校的事情我们不能不管，而且你不管，就不是那个能被他们尊敬的大哥了。都是我太自以为是，太膨胀，我真的以为自己就是漫画里的英雄，结果却连累了大家，还让你身处危险之中。对不起啊。说什么呢？我不在乎，我爱的就是这样的你，我爱的就是这样的廖学冰。我爱的是那个救人于危难之中的廖学冰，不会因为个人得失而妥协的廖学冰。周服员，字我会签，但请你也说到做到。廖学冰，现在不是你跟我提要求的时候，你就是个臭棋。但最终的目标有两个字，幸福。幸福是什么呢？幸福在哪里呢？有人说幸福就是没有痛苦的时刻，也有人说了幸福来自我们的内心而不是外界。幸福的生活呢，有三个不可缺少的因素。那么第一个是幸福呢有希望，第二个幸福呢要有事做，第三个幸福呢要有爱。他说一会儿过来签。哎，签不签这个他都得离开郁金香，离开中海市。签这个呢，只是给学生家长还有股东一个交代。哟，服务员哥，在学校见到你真的是很难得。我听说今天这有一场好戏，作为出品方之一，再忙也得过来看看。周福元，我告诉你，即便是我签了这张纸，并不能代表我以后不会管学生的事。大兵哥，您都离开中海市了，您还管得了那么多吗？这个也算你提前退休了，多棒啊！带着你的妹子们远走高飞吧。周福元，我告诉你，我走并不是因为我怕你，我答应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。但是如果你不信守承诺，继续找大家的麻烦，我一定会回来。我保证让你看不见第二天的太阳。哎，快松手，快松手！一会儿闹出人命来了。刘学兵，赶紧签完字啊！签完字赶紧走，别在这儿找麻烦了。快快快快！
不好了，李老师辞职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刚路过校长室听见的。这帮小兔崽子以后就麻烦你了，廖士兵。叶小白不会同意你这么做。他同不同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都平安，你们都没事。如果一切能回到正轨，我在不在都无所谓。离开我们也无所谓吗？他们凭什么让你走？您不能走，您要走了，我们班就不存在了。是啊，廖老师，再说了，他们敢把我们怎么样？把我们也抓起来吗？对啊，有本事把我们也抓起来。别乱说，我和你们廖老师即使不在学校了，也会一直关注你们的。苏老师，你也走。无论在哪儿，我都和你们廖老师在一起。那我们还在这儿干嘛？你们去哪儿我们也去。廖老师，要是走了的话，我们也跟着转学一起走。是啊，廖老师，我们也走。别胡闹，孟雨泰，以后就拜托你了。芊芊，我和冰云的事情先不要告诉小白，等他回来，我们俩应该已经离开中海了。千万别让他找任何人报仇。你们好好在一起，看好车程，顺利结婚。到时候和冰云送贺卡给你们。伴郎和伴娘都不在了，我还结什么婚？那你们来找我们，我们一起再办一场。廖老师，那我们呢？你走了我们怎么办？你不要我们了吗？你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学习，要不然我白花那么多银子请你们吃饭。我说的话你们都忘了吧？廖老师，我们记得，不就是 good good study dead up 吗？你放心好了。廖学兵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需不需要我找人送送你？你们不想被退学，就给我回去上课。至于你，赶紧给我滚。周复原是吧？谁给你的权利这么多？莫永泰是吧？不满意你也可以走啊。啊对，你爸爸莫老五，我好久没见了，跟他问个好。改天我找他去喝茶。怎么着？你们都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吗？啊？要不你们都走，全都给我退学，都他妈滚！周淑媛，活腻歪了是吗？你信不信我分分钟弄死你啊？不太信。别着急，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。王老师，保重，走了。
老师，老师。廖老师，以后好好学习，听莫老师的话。廖老师，你不能走。廖老师，你不用走了。我知道你们舍不得我，但是天下无不散的宴席。廖老师，我说的是你不用走了。廖老师，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，叶小白的事你不用担心，我来解决。贝先生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可是叶小白犯的是刑事罪，需要对方撤诉。来，廖老师，对不起，我是不会替你办事的。你在酒吧打工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？只要你帮我一个小忙，你和你妈妈就能过上舒服的日子。哎，你不是一直很孝顺你妈妈吗？我是想孝顺我妈妈，但不是用这种方式。如果我妈妈知道钱是这么来的，我想她是不会原谅我的。有骨气，坐。可是啊，这钱你不要，他有人要。他已经跟我没关系了。他跟你没关系了？那他这死活跟你也没关系了？他可是花了我不少钱呢。儿子，你不是一直想要台电脑吗？拿着啊。现在的小孩啊，都是人手一台，打什么工啊？现在有钱了不是吗？你要怎样才肯放过他？非常简单，你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告诉我廖学兵和叶小白的行踪就够了。当然你也可以不用答应。这个人当爹当得这么失败也是够了，你不管他的死活也正常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我只答应你告诉他们的行踪，请你不要伤害他们。合作愉快。换什么呀？密室逃脱怎么样？爸，地下室没信号，无法接通。说话。啊。我的手机没有信号。哦。我手机也没信号。去部队报告。好，
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如果我早知道是这样的话，我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。你他妈长不长脑子啊？他们让你干这种事你就干啊！李宇春，让开。我知道错了，你打我吧。大家就原谅周安吧，他刚带我们去了警察局，把一切都说清楚了。这么说我们还得原谅他了？行了，少说两句。廖老师，谢谢你之前为学校所做的一切。我是他们班主任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你已经做得够多了，现在该换我为你做些事了。贝董怎么回来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他不好好在医院待着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学校呢？他不但回来了，他还把叶小白那小子从警察局救出来了。我们差一点儿就成功了，就差一点儿，啊？这下好了吧？啊，做了那么多事儿，全白费了。贝爷，您先别着急，咱们还可以想别的办法。想办法？啊，想办法？我看你有什么办法？不是你向我保证万无一失的吗？啊？现在怎么着？我全白费了吧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能便宜了他。前一段时间呢，我不在学校，学校里呢发生一些情况，让大家深感不安。在这里呢，我给大家道个歉。我现在回来了，有些事情呢得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，相信大家也能看到，这些日子里我不在，学校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办得有声有色，所以在这之前有关学校的一些传闻也就不攻自破了。虽然学校的确存在一些问题，但总的来说还是呈现出一批欣欣向荣的趋势。我这次回来呢，也希望把这些势头呢保持下去，希望大家支持我。贝总啊，那关于学校被卖掉的消息是？学校如果真的经营不善的话，的确应该卖掉。但是，现在整个学校的形势大好，我希望大家不要为了眼前这点蝇头小利，来放弃这个学校的大好前程。对，学校最近不断有消息传出，也让总公司的股价看涨。如果说现在卖掉学校，我怕也是不会投赞成票的。我很高兴看到大家看到这种形势，不为这点小钱所动。我相信呢，以后大家一定会庆幸自己今天做出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决定。今天在这里呢，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宣布。张校长在学校的时间里几次
使学校陷于危机之中。对于学校的危机呢，他不管不问。所以在此，我决定解除张校长校长一职，由刘校长担任校长一职。今天的会议呢，就到这儿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让我们一起为学校的繁荣努力吧。啊，好了，散会。小白，小白哥，什么都别说了。最近我的事让各位费心了，我先干为敬。来，来，干杯！来，来。其实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贝总，如果不是贝总，这会儿出不来。以后学校有什么事儿，直接跟我说，绝对没问题。行了吧你，还是赶紧把正事儿办了吧。什么正事儿啊？你和芊芊的婚礼不算正事儿啊？啊，那必须的，芊芊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最难忘的婚礼。白哥。你来干什么？白哥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应。大爷的，你还敢来？李一中，这件事情我们不能怪周安。大家将心比心的想一下，如果换作是你们，你们的处理方法会是一样的。廖老师，我再也不会了。周安，你的事我都知道了，我不怪你，我相信你也绝对不是故意的。你们大家谁也不许怪他啊！不过我还是希望大家在出事之前还是跟我商量一下，因为我一直把大家当作家人，家人有难，我们大家应该出手帮忙，要不然又会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中了坏人的圈套，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，好吗？好，周安。下不为例。好了，干！来干！好，来准备。既然今天我们这么开心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一人送一句祝福给我们的小白哥啊？好啊，好啊！光说可不行。得写下来，写哪儿啊？来，主任，抓住他！起！刘老师，这次不走了吧？绝不走。老师，我书读得少，别骗我！你是来报仇的吧？啊，白老师，你走，我走。白老师，你不走，我太高兴了，特别激动。梁老师，欢迎回来。
谢谢，李老师。廖老师，爱的抱抱。廖老师，想死你了。还有谁？廖老师，爸爸。啊，笑什么？啊，没事儿，我们是高兴。好，我们上课啊。是不是有东西啊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真没有。那为什么他们总看我呢？你好看，别理他们。哦，这样子啊。你的意思是我又变漂亮了？帅，又变漂亮了。啊，终于有句话说在点上了。说，找我啥事儿？啊，我最近有个舞蹈比赛，要让你去。舞蹈比赛啊，去，必须去！你不叫我，我也得去。加油啊，好好比！也是。脸上真的没东西吗？帅，一如既往的帅。不是。嗯，亮老师，你这衣服不错啊，色彩斑斓呢。哎，嗯，这衣服哈，再配上这发型，活脱脱一个鸡毛掸子呀！哎呦，太帅了！这得多有天赋的人才能这样。你们这帮小兔崽子，我好好的一件衣服啊！廖老师，这艺术你不懂。艺术个屁！我就这么一件衣服啊！谁让你之前不想管我们的？你这叫自作自受。谁不管你们了？你呀、啊，你之前不是要走吗？我那是被逼的。廖老师，你要走你也得说一声啊！你一声不吭走，我们真的很心塞啊！就是啊，您之前教我的话，我可都记着呢。什么强者掌握命运？廖老师，你闭嘴！其实老师，你也闭嘴！你们说的我都知道，下次绝对不会再发生了，好不好啊？啊！廖老师，你这么做太让我们伤心了。就是，你是老师哎。就是老师，怎么说一声？丢啊！一块一块的玩耍啊！我丢啊！丢！